諗下先啊，喺十幾年前咧，即係喺我未翻香港參加新秀之前咧，大家知道我都係住喺即係你哋嘅隔離鄰居嚟嘅 Montreal。咁當時咧，其實都時不時咧會過嚟多倫多呢邊嘅。咁多數咧個原因咧都係第一個嘅啫。一係咧就係、是、過嚟揾黑膠碟啦，係好奇怪咧，即係明明應該翻香港揾，咁但係即係因為近啲啦，咁所以即係過嚟睇下係冇啲黑膠碟可以即係珍藏咁啊過嚟揾啦。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嚟睇 show 嘅。咁兩樣嘢咧其實都係歸咎於一個人，係啦。咁好得意嘅，因為其實喺十幾年前咧，因為呢一個人而會嚟多倫多去睇佢嘅 show， 會嚟多倫多去揾佢嘅東西啦。咁到咗今日，其實我記得上嚟睇佢 show 咧係93年嘅，到咗今日2007年咧，其實都有14年啦，咪咁嗰個感覺幾得意嘅，因為今日即係。在這個時候自己擁有自己的這個演唱會，而也都有你們這麼好來支持我，很感動的，因為我知道很遠，我自己都試過要去到那麼遠來看一個 show， 當時我自己就覺得無所謂的，因為那個演唱會那個人令我覺得絕對值回票價，所以今天我希望我自己盡了我的能力，希望大家都覺得有佢一半咁好，咁我都覺得很好㗎啦。咁亦都咧喺即係今日呢一個演唱會入邊咧，嗰兩位以前咧，其實咧我想講咧呢段説話，我喺香港咧都講過，咁但係即係真心想講多次，因為香港講嘅時咧就係講緊20年前我喺香港睇嘅 show， 咁今日嚟到呢度咧，都係講翻喺呢一個地方，喺呢一個多倫多嘅呢個地方啦，係去睇同阿 show 嘅。咁亦都我覺得好幸運嘅一樣嘢，就係當時帶我嚟睇呢一個93年嘅演唱會嘅嗰兩位朋友，今日都喺度。我覺得我諗唔係每個人都有呢一個福分啦，可以佢哋嘅父母到咗佢哋咁大個都依然好支持自己，同埋係無論我自己去到邊度，即係喺香港又好，喺深圳又好，甚至嚟到 Toronto， 佢哋都一。